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安安，我是郑鸿仪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波导转世界哈。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高雄市长陈菊陈市长来接受我们的专访。市长你好，你好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陈菊。花妈，你好。市长这边啊，水灾严重无？高雄？高雄算严重，第16级的这个风速十六级是足大足大吼，我想伫高雄港吼，伊14000抽很足大的货轮，38吨的钢索，安尼要阁冻袂掉，中等级的中等，所以讲确实这一次的台风在南台湾是足严重，接续过这个梅吉台风，当然伊尾啊，干咧回南，啊阁伫高雄。雨势非常大，雨落足大，差不多24点钟，规个所落的雨超过800毫米，这是不只是说好大雨，实在系一天，足大足大，干咧规滩都，当然这些年高雄区伫迄个规个防洪治水。这个部分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的努力，当然有很多也不可能一步到位，所以这个部分会看出说还有一些地方还有淹水，尤其是基山美浓，这个部分，再来我们在那个高雄高山在爱河边，因为海水那几天还有满潮，大潮时间海水倒灌，所以说这边来说高雄市当然受伤非常有很大的严重，所以你问我风灾当然天灾不可预测，面对风灾，风灾不是市政府无努力，风灾是一个天灾，天灾我觉得这个情形我们就是跟共同政府应该承担的部分，我们应该很努力去承担，真紧来恢复市容，真紧来把所有市民朋友伊的日常生活、民生所有这个问题，赶紧予伊送过。我看这是政府的责任。当然，即几天啊，予阮较艰苦的，就是讲伫燕巢，燕巢地区吼，阮燕巢是二地形泥浆。你就是讲异世界这款的地形，这款的地形伫燕巢，伫阮的田寮内门这个所在，这个所在你平时植物都无多生存，所以讲伊它没有什么可以有根会当深入，平时你啊好天，高雄大多数的天气拢足好，好天啊，你就看到讲迄个二地形有它的美，伫迄个山谷嘛有伊的水。真侪人会感觉迄个所在是足好大，但是如果连续的规个安尼雨水，规个迄个所有的泥浆型含水量都足霸天嘛，所以讲你安尼伊啊安尼崩落来，就不可收拾。所以我们很遗憾这几天，伫燕巢，昨天、前天发生，我们昨天高雄市政府。我的消防局，国军弟兄都是专业的人在第一线，希望尽紧来救人第一。就可惜的土石，伊袂当讲是土石流，伊是泥浆。它也是嘛无迄个，我长期监测土石流的浅市区，也不是。所以我们也是有很深刻的反省的，讲后摆，像类似这款的泥浆、山谷，是不是伫大风、风台、大雨，也是要列为我们强制撤离、严格监控。我想这个部分面对极端型的气候，那么是要随时应变，不是怎啊传统，都是咱过去认为伊是土石流的浅市区，所以危险的地方不止那一些。所以讲，咱大家拢爱提关警觉啊！市民朋友，大家人的性命拢是足重要。今仔日损失三个人命，徛伫市场来讲，就是我们是非常
的遗憾不舍，就唔甘啊，就是什么人无爸母，大家拢是爸母生的，哦，所以我也足艰苦。啊，你这边啊，这个经验，你会感觉讲后摆归去风台来，你特别拢该诶宣布放假无？我想吼，这个经验吼，我是安尼想啦吼，就是讲高雄算作是。嘛，唔是风台遐济，但是最近一直吼极端型的气候，你会当看吼啊，有诶当伫东部风台，哎，到尾啊吼，不管伫东部还是中部，啊，到尾啊伫高雄，阮是海边，阮是港口，拢会安尼。啊，当然徛伫我诶立场，啊，伫这边，你也是讲我宣布放假，啊，当然是乌落一声拢真济啦吼，大家吼。确实，啊，不过就是讲，市场伫做这个决策，除了有科学的根据以外，啊，当然伫这边的经验，吼，啊，这边经验啊，大家媒体迄款的关心度，吼，啊，也是我跟赖清德做这款的清德啊，做这个决定，吼，啊，当然加上有若干的媒体，大家的关心度又很高。啊，所以我想我们被责备得很惨，当然市长必须为市民所有的承担我自己承担，啊，不过就是说除了科学的经过一定是有所有的管市长知道，就是说后次我做任何的决策，除了中央气象局啊，跟我们的协力机构提供给我的资料以外，那我想市民的那种的安全，因为你有当时你安尼感觉，我用半天，啊，我因为迄当中我提到的资料，是甲下晡三点四点，这个风台才会来甲高雄，啊，我感觉所有的人认真敬业上班，这拢是人生足自然，嘛是每一个人诶上基本的生命的态度，啊，所以我是讲啊，甲下晡四点。啊，在时啊，你几点的时阵摕到的资料？下晡是隔天下晡四点的资料。阮四点甲下晡暗时七点摕到的资料。暗时七点，七点摕到资料，拢是讲无大家放假的标准。就是26号晚上的七点，摕到27号预测的讲下晡四点风雨带几百多点。对。哦，无达到放假的标准。标准哈。好，啊，所以讲后摆咱市政府当然我诶，阮摕到伊是个。无过更正嘛，伊好伊是来讲更正，讲没有达到标准，吼、欸、啊，所以讲这个部分，我想后摆市政府吼，伫这个部分应该所有的思考会搁较多元，啊，所有的思考一定会讲，吼，大家人拢这个台湾即摆即款的规个趋势，大家拢是安尼，吼，大家欢喜，吼，大家拢是期待，你感觉是安尼吗？我的看法是，台湾的趋势是拢要让大家欢喜，拢要让大家欢喜，啊，就是讲，吼，而且安尼吼，未来吼，真正敢负责任的，吼，敢承担，大家人会愈来吼，足歹做决定，吼，啊，做这个决定。会真艰苦，啊，我会看就是讲，我希望台湾的社会有一天，咱会当真理性，去看待所有的问题。你感觉这边无够理性吗？嘛，我想我唔敢讲无够理性，我感觉伫这边来讲，事实上，阮伫这个部分都看到第二天，到中昼的时阵要中昼，确实风雨，啊，确实有的人爸母来带囡仔，确实是。啊！但是这个部分，伊袂去，伊就是感觉市场哪会做这个决定？啊，当然就必须一定是爱承担嘛。啊，过去无后卖着，那有风台，你就规宣布全天放假。可能，如果是这个规个气氛也是安尼，可能未来，一定是真侪管市长，一定做这个决策。啊，但是我是感觉。用一遍一遍风台的事实来做决定啦。啊，我即摆嘛足歹讲到，我是毋是会受到影响？啊，当然，如果讲社会各方面的舆论，安尼，大家人拢该当作这是一个议题。啊，从徛伫阮来讲，你袂使讲无压力，我嘛真艰苦。大家都是血肉之躯，大家人。拢是误会，你后边如果判断不准，你人会讲哇，都顶边有经验吗？这边过安尼，就是啊，啊，从这个压力一定更加大。
啊，所以你就归去啦，有风台你就大家拢宣布休一天啊。安尼是上简单的决定啦。系啊。哦，那都袂叫咩啊？请对啦，啊，所以社会唔通鼓励安尼，唔通鼓励，是理性来判断，根据事实，哦，安尼较好啦。所以后边你买个根据中央气象局给你的资料，才可以做判断。啊，甲阮的协力机构，嗯，啊，当然我会去思考，嗯，啊，如果这个台风如果科学的根据，嗯，啊是有它的限制，是啊，如果风力台风变化万端，嗯，啊，我的思考一定爱更加周延，嗯，更加多元。是是，他都有讲到风台吼，这边啊，当然高雄市政府有做真济这个防水工程了哈，嗯，但是啊，这个嘛，现在所在淹水嘛哈，啊，当然雨量太大了哈，啊，这就牵涉到台北的高雄市政的问题、财政的问题。对，有人讲高雄的财政为什么负债这么高？哦，我想高雄市这样的。2200多亿，两千两百几，哦，但是这个其中吼，嗯，这个过去伫苏南城做市长开始负债，啊，留到我做市长的时阵，吼，嗯，啊，都已经将近要1700多亿，高利的损失，负债1700多亿对了，啊，过刷的关系合并要过加200多亿，哦，啊，所以讲，今仔日。对，啊，未到2000亿啦。我想我这个部分吼，我到我这个部分都是高雄上需要建设，我会使提起高雄铁路地下化，嗯，我都要300亿，高雄市要出300亿。这个铁路地下化，伫高雄火车头甲中央，啊中央，啊即摆还佫一段中央甲凤山，啊这个部分，阮甲中央的比率，嗯，如果中央出7成。高雄市出300亿，我都要出300亿。哦，啊，即摆中央，吼，哦，中央啊，要甲规个凤山中央，阮这个部分还搁伫争取，还未讲好。嗯，所以讲高雄市吼，哦，做一个影市，阮全台湾两个影市，台北甲高雄。嗯，啊，所以讲这条件各方面有足济无共款。啊，高雄市伫即款的情形之下，古长以来，吼，哦，都，就是。一直拢不要，也是要建设。啊，高雄市过去足济规个国营事业，嗯，吼，哦，啊，伫高雄，但是伊个缴税拢是伫台北，所以讲有足济造成高雄足济个原因。嗯，啊，当然即摆高雄市政府一方面要来减少债务，啊，高雄市政府同埋量入为出，嗯，吼，啊，高雄市政府伫即个部分。啊，做足济的思考改善，吼，啊嘛是甲中央政府讲，中央甲地方甲中央有足济无共款，啊，可比我举一个例，县市合并，县市合并无任何日落条款，就高雄县甲高雄市合并了，对。啊，我全台湾的影市怎高雄市甲高雄县无共款，啊，阮甲合并做伙。过去高雄县伊所有的公共建设，吼，嗯，90%到98%拢是中央出钱，吼，啊，但是高雄市啊，所有基础的公共建设，嗯，是中央出75%，吼，啊，地方出25%，啊，高雄县差不多地方差不多出2%、3%，啊，县市合并了，嗯，我立即就要承担对高雄大高雄。诶，高雄县的建设，我也是公共建设，我都要出到25%，无任何日落条款。安尼，你看阮高雄市的负担承担，所以你要加起来3%，你要担起来对了。啊，所以讲这个部分有足侪原因。吼，啊，你过来，你讲迄个规个劳健保费，劳健保费，中央伫过去马英九做总统的时阵，甲马英九做市长甲总统。补助台北市，台北个，因为全台湾全台北市甲高雄市，阮地方政府影市爱去负担劳健保，地方爱负担个部分，其他个县市政府拢是中央伊家己承担。嗯，啊，所以讲即个无公平个制度，甲前两年才完全改变。嗯，但是久长以来，台北市嘛欠中央劳健保费，高雄市嘛是欠。啊，伫马政府个时代，我简单讲。马政府的时代，伊补助台北市用透过一个伊中央劳保条例
补助325亿，补助高雄市36亿。哦，那差多。啊，当然高雄都感觉伊都用不在不涉及的劳工来做计算。嗯。啊，台北市伊个伫隔壁新北市。一路讲嘛，算伊个，吼，家人，在你台北市做工课，啊，你伫在在你哦，新北市哦，啊，伫高雄，阮伫高雄这个所在，高雄市高雄，阮高雄市高雄县一路讲，吼，就是阮无可能讲伫个台南的路讲，屏东的路讲嘛算完的，所以讲安尼补助是一个无公平的基础，所以讲新政府就任了。我马上就讲，即款劳健保的问题，我感觉伊爱重视。嗯、啊，所以讲，阮市政府提出所有的数字，吼、啊，甲劳健保补助的办法，我感觉这就是南北对阮公平一个开始。哦，啊，后来吼、哦，透过中央安尼，甲因说明报告，啊，高雄市九个立委。啊！大家人同齐安尼清楚，啊！即个中央伫即个劳健保费的部分增加高雄市127亿，安尼即对阮来讲，安尼阮就减127亿的压力、债务甲负担。以前就30几亿啊，对啊，即摆127亿啊，对。伊即摆补助经过去36，佫增加加。够增加127亿。哦，安尼啊，就160几亿啊，对。啊，所以讲对，啊，所以讲即个部分对高雄来讲，即是一个。足大足好诶代志，啊！当然今仔日也要探讨讲高雄这个城市，吼、伊诶足侪债务，吼、即我想连任诶市长，吼、到当为止，啊！当然，虾米人做市长，当然要承担较侪。啊！今仔日伫我诶任内，各县市合并，你看，我本来153平方公里，152万诶人口，今仔日高雄市。是2946平方公里，高雄县并进来，规个并进来，啊，这拢是阮爱承担，哦，哦，啊，这个部分，所以讲，确实压力足大，啊，当然，这个城市，我嘛希望财政收支划分化，爱好好来思考。好，咱今麦访问的是高雄市长陈菊哈，陈市长，那啊，当然啦，就是讲高雄今仔日的灾情，赤字这严重，有伊的。背景地啦，哈！你讲要干啦干讲，哇！高雄这灾情那这严重，不公平啦，哈！但是有咧减少无？哦，等一下来，我们继续来请教市长，哈！啊，那是讲啊，就是说啊，高雄的财政，哈啊，是不是可以用增加中国观光客啊，来啊，这个啊，制造税收，哈，增加经济的繁荣，哈！啊，这部分即马中国减少去啊，那。陈菊陈市长有什么款的方法？好，有什么款的想法？等一下继续请教哈。谢谢。来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进广告。多谢。欢迎继续收听《波导转世界》，我是郑鸿仪。我们今天非常难得邀请到高雄市的这个陈菊市长，好、花妈来接受我们的访问。好、那花妈啊，你过去啊，伫高雄市这么久，每一年的这个首长满意度几乎拢总是第一名。好、那哎，有影啦，当时拢第二名、第三名拢有啦，了不起啦，了不起啊！哈，哎，有的是什么连江县那些是。哎、那个地方很小就比较好治理，咱讲起来哈，地方大人口侪就无处理哈。他都话讲到这个赖清德哈啊，我嘛这就是时事新闻哈、哦，请教你，你感觉赖清德是选台北市较好啊，选新北市较好？无嘛，伊当就是台南市长，啊，我是感觉伊未来伊台南市长做煞，也是讲伊人生要安怎规划，啊，我感觉这是要尊重。吼、哦，伊个人的选择，他都无，我是感觉社会吼，拢对阮遮拢过度的关心，啊，未成为对阮人生后一个抗战，啊，大家都拢家以主观的期待，讲啊，你即摆爱做啥较好，啊，清德啊，啊，你都爱去选什么新北市选台北市啥，啊，这也不是伊个人的主张嘛，吼、啊，我是感觉安尼无好啦，卖用这个方式。如果讲赖清德伊个人生，
吼，伊要做甚物款的承担发展，嗯、还是讲伊要安怎去行伊后一阶段、嗯？啊，我感觉互伊家己来讲。好、哦、啊！我感觉咱，我想徛伫我虽然是敢咧是伊个大指头啊，我嘛真疼惜伊啊。但是我是感觉安尼足济外界安尼真济讨论，吼啊，对伊啊，毋是伊家己讲啊，我是感觉对伊无啥公平。啊，过过用市场，你过两年啊，你有啥物规划无？吼、哦，我是安尼想啦，吼、哦。其实我的人生参与台湾民主啊，台湾发展的过程是足少年。所以讲，我已经行超过40年，真正一句话，少年拼到老。啊，拼少年今生，甲这个抗战吼，我感觉我的责任，吼，我甲高雄市，吼，今仔日，高雄是一个移民的城市，吼，你来自嘉义，啊，我来自我的故乡宜兰的高雄人。我来自平湖的高雄人，顶顶高雄市这款的城市，啊，做一个今仔日台湾农民的查某囝，我有机会伫高雄这个所在，市长吼，迄款的过程、参选的过程、困难的过程，啊，过来伫这个中间，会当得到高雄的乡亲对我的疼惜、信任、支持，这当然甲我过去一生所做，吼。高雄人对我的信任，但是我的感觉，我行这久啊，吼、啊拼这久啊，吼啊，我感觉我这个抗战，如果我高雄市长做完，我的责任是不是爱替台湾各找帮助各较侪优秀的少年人，行入去关心台湾社会，啊，让台湾的政治，台湾各较侪优秀正派。吼，一人参与对台湾的关怀，吼、嗯，我感觉，迄才是我的责任。啊，至于讲今仔日我退休，我退伫幕后，啊来帮助新的政府，因做了搁较好，让台湾搁较好。啊，这感觉这嘛是我一生拼要做的嘛。啊，所以讲我感觉，我对我的后一阶段，嘿。我感觉这个唔免，大家唔免，替我安尼想。我退休啊，做幕后，退到幕后，这嘛是真自然，嘛是真好，真好的代志。啊，我会当讲我过去足侪经验，啊，我伫南转台湾，南甲北，吼、哦，啊，参与政治的人，老中青三代，我几乎无一个唔捌。我感觉我拢会当做真好。幕后的工作，啊，嘛无一定爱做。我感觉无一定爱徛在台前。无一定，哦、我感觉嘿，我是安尼想。啊，若准讲啊，够台前的机会。我是感觉我无期待安尼，吼，我无期待。我感觉我会当伫幕后，吼、帮助新的政府，啊，看到真济搁较优秀的少年人来做搁较大的承担，啊，让台湾搁较好的发展。啊，这嘛是足好诶代志，啊，这总是爱世代交替嘛，啊，总是我想人生年龄对每一个人拢足公平嘛，吼、啊，我感觉阮着接受。其实为安尼，会使安尼讲无，就是讲，其实你真无啊期待，但总讲有互你做行政院长，还是去互你选总统，你真正无想要做。我无这个期待。无这个期待。我是感觉我诶年龄啊，甲我诶人生。你要少年呐、啊。啊，着无啦嘛，无少年。吼，这些年龄拢是啊，这也无避免。啊，我会看是讲最主要，吼，阮嘛行过足侪路。吼，台湾你看，我参与组党的工作，这40年来台湾重大历史事件足侪辛苦的抗战，我每一个拢有参与。啊，真久啊！吼、哦，啊，我会看就是讲，我期待讲像阮。这款的，如果也予大家人感觉讲甘心，啊有搁较侪优秀正派，愿意对台湾负责的少年人，大家搁较侪热情的参与，啊对阮来讲，迄个毋是较重要。啊，那这种小英吼，因为最近吼，真侪人嘛，你啊，这个啥，这个
批评监督效应嘛，吼，伊民调等等，吼，我想伊毛真大压力，效应总统。啊，那真正有一天真正需要你，吼，徛出来台前去甲帮忙，你嘛无无。我会看是安尼，效应，我本来就足支持效应啦，吼。我支持效应，我是感觉讲今仔日效应所代表啊，吼，就是讲伫台湾社会一个理性的力量，啊，佮台湾社会伊甲我无共款。像阮即款的人，行过遐侪道路，满身拢伤痕。啊，小英因即款的人，是一个没有伤痕的世代，也当真理性带台湾走向世界。啊，这是无共款吼，完全不一样。所以讲，我是感觉支持小英啊，这当然是阮规个应该。啊，嘛是足欢喜，应该安尼做。啊，每一个人的角色，看是扮演什么款的角色较适合。啊，我家己会渐渐知影我扮演什么角色较好。哦，吼，啊嘛无一定爱徛伫台顶。有当时台顶敢咧看起来真风光，但是我感觉伫幕后去促成做足济足重要，迄嘛是真济，迄才是真功夫啦。吼，那个都不是，必也不是说一般。吼、哦！啊，你今仔日即个，予人的信赖度也无够，啊，社会总是爱有足侪角色，足侪人爱去扮演。啊，我感觉我无一定爱徛伫。啊，若总讲市长卸任啊，有真正有需要你来做党主席？无啦，啊，这拢是假设。哦哦，哦，拢是假设。我感觉咱唔免为着，干咧未来，咱继续即假设的问题，啊，用足侪，我会看是讲，吼、哦，阮是一个。会对台湾的打拼认真付出，这拢免怀疑。是，啊，我拢知影要安怎做对台湾较好。啊，我希望每一个人拢伫家己的岗位，一起为台湾努力。台湾的处境真艰难嘛。真艰难，真艰难。是。那小英总统讲，卖用三个月评估我的成绩。啊，你感觉爱偌久时间？啊，我定来讲一句话吼，万事起头难吼。伊今仔日要。做真济改革，吼、哦，有诶人是安尼，就是讲啊，我都去了，吼、哦，先安尼，互真风光，先享受掌声，吼、哦、啊，伊毋是，你会看出，伊足着急，感觉今台湾足济问题吼，适当是些足短时间，所以讲伊伫选举诶过程甲，拢伊真济改革诶脚步目标，吼、哦，啊，都拢互台湾诶社会。大家人拢知影讲，伊就是有即款的用心、苦心，啊，台湾嘛是安尼个支持嘛。啊，但是今仔日伊要实际去改革，都一定是足侪困难嘛。要甲伊吼，今仔日吼迄款的反改革的力量，吼保守国民党原来迄款的势力，还阁是足大足大的势力。啊，伫即款的情形，伊今仔日要行一步。都从 Q 后两步伫后壁，啊，所以讲我是定那个小英总统讲，伊要稳住，好、稳住，稳住，你有甲讲了，当然、哦、啊，意志要坚定，好、哦、坚定，当然改革本来就无遐尼简单，啊，遐尼简单那都要留甲你伫做，本来就是很艰难，啊，所以这个部分我是感觉台湾社会大家应该给我们。所有期待台湾改革的所有这些好朋友，大家应该给小英更多支持的力量。啊，当我即马看到大家人，伊都就任四个通，啊，大家都拢无耐性，啊，大家人都是吼自卑，吼、啊，加上国民党原来的保守势力，每个人就架个攻一个遐，个拦一个，吼、我是认为这样，他的改革会越来越艰难。那我始终都对蔡英文有信心。我认为今仔日伊也唔是一个真对台湾真有理想的人，伊免行这条路。我想，洪仪你嘛足清楚，伊就是一个好命囝嘛。受会使讲对啊，啊，这款的人我啊，但是咱今仔日伊愿意行这条路，都他愿意承担。那我们的社会应该有更多正面支持的力量，支持蔡英文的改革。是是是。我是所以给伊偌久的时间，大家来评价伊。我感觉至少吼，我感觉至少你嘛给伊一年外的时间来看，看伊今仔日做足侪只改革，有一步一步
看到改革的目标雏形嘛。了解。对吧？啊，你即摆吼，你看我是看到这样，我有时候我看到现在说有伫迄个中央政府遮人，嗯，吼，有些我都认识，我家己嘛捌伫中央部会做过首长，吼，嗯，啊，这拢是吼，我会认为实在坦白讲，吼，因愿意今仔日愿意安尼做，有些人当然做了无好，吼，啊，中央政府家己要安怎去调整，啊，要安怎因内部。要安怎去磨合这些？吼，当然人权一定要去承担，嗯。但是我是感觉，即摆权益，即摆这个社会资讯那么发达，嗯，那么公开，吼，做起来修订，他的承担，嗯，吼，跟过去是完全不一样。啊，所以讲，我看足侪人安尼愿意这个抗战，吼，嗯，过去承担这艰难的改革的路。嗯，我对伊拢充满着足感谢，我讲他们愿意承担这样。好，嗯，我们现在访问的是高雄市陈菊市长哈。那市长他都啊这个啊讲这个灾情其实有降落来，啊降偌济，等下来访问哈。啊，另外就是中国公安局的问题哈。啊，中国其实对台湾，我看小英总统维持现状，但是咱台湾嘛是有点个金细细哈，到处悲歌。那这个事情大概应该要怎么突破？等一下继续请教市长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啊，就要做官员，嗯，就拍照，拍照。我看你这拆迁就。好，欢迎继续收听《波导转世界》，我是郑鸿仪。啊，我们现场邀请的是高雄市陈菊市长来接受我们的专访。哈，那市长头先讲灾情已经有降落来。应该是讲灾情一直伫改善中吼，吼，就是讲第一个，我如果讲过去啊，我每一冬，嗯，一定爱借150亿、120亿啊，我才会当平衡吼，规个嘿举债啊，即摆吼，我感觉高雄市政府第一个，阮今仔是高雄市，就我当做市长的十冬吼，我拢是大85%甲80%。将近要90%，我拢是公办土地重划，土地重划有公办甲私办。高雄市政府用公办土地重划，伫这个中间无偿取得学校用地，吼，包括公路、一道路用地、公园用地等等。啊，我想这个中间会省足侪钱。这都免开支，免开支，免征收。啊，我用公办土地重划。公办土地重划了，佫有佫有一挂地会地，我是公办的立场，我可以选择剩余的地会地，嗯，有些要分予地主，因为我把这个原来农地啊，实际上我可能它未来是一个住宅用地，等，嗯，等，所以土地价大家过去完全无同款，嗯嗯，啊，市政府伫每一边公办的土地重划内底，一定会当取得真济的价值。包括应该下下公园道路，安尼这个部分会当过来每一当缴在我们的公库市府的市库，吼，嗯，20亿、30亿，吼，这每一当拢是用透过安尼地会地公开标售，嗯，啊，这毋是市，我毋是卖做公啊啥，是市民的土地透过重划。嗯，好，安尼都市计划来改变，好，啊，这来取掉，这是市政府真侪真侪管区拢是用公办、私办，真侪人用私办，嗯，啊，这中间吼，哦，差异吼，哦，是太大了。哦，哦，这个部分是市政府，哦，啊，市政府今仔日伫高雄检讨所有的诶，闲置的空间、闲置的土地，嗯哦，如果能够跟民间合作啊，会当用 BOT 的方式，啊，是应该甲安怎民间合作，要安怎来增加税收，嗯，这嘛市政府一个方式。第三，市政府嘛真拍拼伫招商，嗯，哦，拍拼伫招商，哦，不管是真济人愿意，可比讲。今仔日伫高雄，你也要伫机场来。嗯，吼，阮伫坚定迄个所在，市政府有一个大鲁阁草鞋道，吼，阮伫遐，迄就是吼，一个草鞋，哦，草鞋草鞋草鞋道，就是讲草鞋迄大鲁阁，迄，哦，就是一种有儿童娱乐，干呢会当互囡仔耍的迄种的所有的跑。
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游乐场所，阿嘛伫遐有商场，迄、个所在市政府可比伊伫遐投资70亿，增加5000人就业的机会。啊，伫遐市政府用2年的时间，啊，徛伫行政系统甲帮忙，互人来高雄的投资，真顺利。安尼，上面增加税收，上面增加就业的人口，啊。来帮助足侪人会当伫高雄投资，即嘛市政府伫改善咱的财政内底一个方式甲目标。啊，当然即摆新政府就任，第一个阮会感觉，互新政府了解高雄甲即个坎站要做真大的改变。所以讲今仔日要求新的政府，吼，就讲高雄2050兵工厂伫城市的中心。要够有做武器的兵工厂，啊，这是不合理。前兆啊，前兆啊，你甲这个土地来做改变，啊，甲阮规个高雄港、古港口要甲形成亚洲新的湾区，想、做是一个商业休闲，吼、哦、啊，甲你未来所有的港口跟过去是完全拢无共款，啊，伫这个部分啊，市政府、中央政府。哦，政务外久林全院长来高雄，啊，才伫遐签订，啊，希望伫2年、3年内底签署完成。安尼，这吼、哦、要求2050兵工厂的签署照已经经过18档，有吹讲到无乱，啊，即摆才一个决定。啊，伫遐有足济国公营的事业，啊，我们做了很多奖励。大家一起努力的开发，啊，就是把高古的高雄港啊，做一个休闲，未来空间很大的改变。所以你也当看到高雄展览馆，哦，我们发展会展产业，啊，你嘛看到迄个梦时代迄个所在，啊，你嘛看到阮旧的港口，哦，现在做了很大很大的改变。所以上济时，咱的财政赤字降落降偌济？诶，即个至少吼，我本来过去。一年拢爱借100几亿，啊！即摆阮尽量即摆借诶70亿、73亿，即个减少，啊！然后希望即个部分拢慢慢，吼，即个无可能吼，伫啊，搁一方面，希望中央财政收支化文化，今年修改，吼，啊！中央啊，伫安尼即个部分，所以你讲举债速度减缓啊，减缓对，啊！然后另外一个部分，我都甲你讲。拄只增加税收的部分，各种的方法，市政府拢在努力中。啊，阮的财政，吼，阮的经济发展局，啊，这是阮哦，伫只，吼，都是在支持各方面啊，吸引人会当来高雄。那请问啊，中国观光客吼，起码啊来啊，这个台湾减少减真济，高雄有影响吗？高雄过去高雄的观光中国大陆的观光客一年来高雄差不多175万以上，吼、哦哦、啊！当然，起码到尾为止，阮有感觉，吼、哦、差不多减少13%-14%，吼、哦嗯，差不多减少啊。减安尼尔吗？嘿，13%差不多减少30几万人，吼、哦、啊！这里、个、啊，这里、个、部分，阮未使讲完全无影响，啊，当然。对一般你也是讲规个你的生理观光，我听了伫想观光这个部分应该是一个人类社会真和谐和平，咱要去倒位全世界倒位佚佗拢是好的代志，啊无足济吼政治上的思考，和人类社会一个真水的和平，吼啊拢这拢是。去到倒位拢会当收到正。咱讲有啥物方法去甲补？啊，所以讲伫这个抗战期间吼，吼、哦、大概第一个吼，阮、哦、就感觉阮对韩国、日本，吼、哦，阮感觉高雄是暖冬，啊，阮感觉希望因冬天有搁较侪人来高雄，阮、用包机的方式跟各个不管韩国、日本足侪因的城市做足侪交流，欢迎因用包机甲高雄。啊，第二我嘛希望中央政府。会当是毋是会当伫高雄这个所在，会当72小时，吼免签证，吼、包括吼东南亚、吼新加坡、马来西亚，吼因有足侪观光客真方便来高雄。啊，过来，啊，咱嘛增加要安怎足侪穆斯林，吼、咱台湾对穆斯林，
所有的过去的这款的观光客，吼，咱有当时人脉，啊是迄款的优先度，拢爱国优先，爱国增加，啊，这拢是高雄市政府伫即摆即个抗战，吼，啊，足努力安尼伫做，啊来弥补讲一段时间中国大陆观光客不足，吼，啊，我感觉即咱吼，咱也是拢为伊要挖苦，吼，啊，即当然。吼，也是讲，万一一个无来，吼，啊，咱你也完全靠伊仰赖伊，安尼当然是会马上面临足大的冲击。啊，要安怎来减少冲击？啊，同一方面嘛，新希望，吼，啊，咱伫观光的部分减少，吼，政治的限制，吼，安尼我是感觉对两岸未来发展，安尼才是好的。啊，是讲无安尼，我是感觉对台湾来讲，吼，当然我希望。咱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阿妈棍袂当去用缩的啦，哦，太危险了。那这个关系国家安全哈，咱即摆访问的是陈菊市长哈，高雄市哈，所以啊，虽然哈啊，小英总统讲维持现状哈，但是中国离咱重返国际组织哈，嘛是定个金丝丝啊。那啊，这个代志到底要怎么解决哈？这个等下来请教啊，陈市长。另外是啊。我看这个最近有这个反破迁团体，哈、哦、啊，点名讲你啊，这个强拆了他们的房子，啊，这到底是安怎？等一下呢，继续请教市长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先休息，进广告。好，欢迎继续收听《波导转世界》，我是郑鸿仪，我们今天啊的这个啊贵宾是高雄市长陈菊陈市长，请听。中国不管是国际民主组织上面联合国的一月会议叮叮叮啦齁，总是啊强烈的背阁台湾齁，那么包括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大会叮叮，你看这咱边的突破。嗯，我看这个抗战齁很难啦齁、嗯。啊，我是认为讲今仔日会当凸显出讲台湾处境的困难。嗯啊，我感觉大家人伫这个抗战，吼、哦，应该会支持中央政府，吼、哦，就是讲顶困难中啊，要安怎，吼、哦，得到国际间大家人对咱的支持生存，啊，互咱去争取这个空间，吼、哦，啊，我感觉看到中国大陆因的这个态度拢真强硬、嗯，啊，这个就是伫试验讲我强硬的态度。有效无？嗯，啊是有效，台湾就倒啊嘛。哦，啊啊是讲今仔日这强硬态度，啊台湾大家人吼真协同心，嗯，协力渡过难关，吼啊，争取着意志上，争取国际间，吼大家搁较侪同齐同款的发声，嗯，吼我感觉安尼，吼我是感觉会争取台湾搁较侪空间。啊，所以我相信这个，蔡总统伊嘛有真坚定的意志，啊，大家人应该支持伊今仔日伫国际间，啊嘛争取更加侪国际友人，吼、哦，对台湾更加侪深入的了解支持，吼、哦，这当然难度足悬，吼、哦，国际之间吼、哦，啊，弱国无外交，嗯，哦，这拢是呈现。所以这个部分，咱这个部分，咱嘛看到，实际上一方面，予咱真沉重，啊，一方面嘛，予咱真忧心啦。嗯嗯。好、嗯、啊，我希望所有台湾社会，大家人，嘿，国家蔡总统加油。加油哈、哦！是绝对袂使承认这个公司哈。嘿、哦，这个部分啊，我是感觉也要承认。嗯。好、哦，就是讲这个部分，哦，有当时啊，强迫是真，哦，很难呐、啊。嗯，要安那强迫啊，就是讲互相理解，啊，这拢是有一个过程嘛。好嘞，好，我们希望。好，那我看这个啊，三民国菜市场哈，因为上面写的啊，不义征收自救会，那不断的抗争，功力就是刘正宏第二，这个就是你安那看。无啦，我是感觉吼，这拢会使公开评论啦吼。三民国菜市场都是伫高雄十全路开一半。嗯。啊，过去吼，伫民国61年、62年啊，都征收啊，这个法律的程序完成，甲民国74年，包括议会伫民国76年对少数
迄个时阵无征收，因无接收，吼、一部分85%的人接收，啊，但是其中还佫少数的即个地主头到尾拢无接收，所以无去领钱就对了，无、去领钱，啊，无去领钱。十年了后，这些钱也是充公、但是这些人，咱要安怎加？救济、补助一个合理的补偿，啊，这就是这几冬，吼、我是感觉，市政府一直在努力，啊，这都是一个真棘手的问题，啊，都无遐侪时间讲幼稚，吼、这个中间有原来从征收遐人，早都拢搬离开，啊，有的人是讲征收了后，啊，都阿未。政府也未拆，吼、也未去落实讲迄个果菜市场扩建，吼、啊，都是有个人去买这个权利，啊，有个人3000万减租了，至少这个部分，啊，你这佃农诶，伊是安怎有3000万减租，吼、37503000万减租，都是要去保护佃农，啊，有个佃农都甲伊权利移转，啊，这个部分遮吼拢有真侪。真复杂的过程，啊，都是歹处理。啊，当然我本来是伫想，我今仔就过去40冬无处理，啊，我做市长无处理，甲过去八日的市长同款，拢真自然，啊，都歹处理。啊，我常常伫想，讲今仔日这个问题也是无处理。第一个，伊遐饮水的问题真严重。哦，遐饮水。哦，遐饮水，就是伫三民东区宝珠沟的边啊。16公分的，逐边拢淹水，你会当伫遐？我要起一个伫市场的一边，起一个自洪池，至少6万吨、7万吨的水会当吸纳来遮。啊，第二，这个宝珠沟遮好好的整顿，迄、个所在袂当淹水。第二，迄个所在，吼，你甲果菜市场扩大，石泉路甲拍通，石泉路无拍通，变作是高雄市10大交通。事故发生上严重的所在，第三，迄、个所在久长以来无去整理，啊嘛有去共租，就是讲你地主去遐个，干个土地上，我着甲你，你个权利我甲你买来，啊有3000万减租，啊阁有少数个原地主，啊这部分咱一项一项去处理，啊今日你也要处理，啊当然是无法度，互逐个人拢满意。今仔日有120户，啊，市政府已经处理到111户同意，啊，市政府已经提出相关的救济，啊，当也无处理，啊，当我讲，啊，我都是两手挥挥，对啊，你有两年，你若处理，你都好好过，啊，好好啊过，啊，但是我定定伫想，如果讲我今仔日高雄市长任内，我会当甲高雄40几年来争议，啊，咱好好来甲处理。吼、我相信以我人生的价值甲信用，我袂欺负弱者。吼、我哪有讲去欺负弱者？但是要安怎合理公道，提出大家人拢会当接受。吼、啊，当然我都予大家人拢满意。啊，当我个人嘛反省，我伫这个过程。过去2年来，吼，阮的迄个规个农业局、市场管理处，甲每一个住户交通说明、正式的交通，不止私下交通、正式交通，吼、啊，当然毋是讲所有即个交通，市场都爱徛伫第一线，市场是决定一个方向、政策。啊，我是感觉伫即个过程。是在做足济足济的交通，啊，同阮感觉社会有真济人，吼，啊，咱有真济真有理想性的公民团体人间，感觉这个部分，感觉咱要甲拆除，是毋是着压迫着伊，吼啥等等，啊，这当然我会感觉讲市政府应该甲这个资讯，搁较透明公开，啊，我嘛会当公开甲大家说明。啊，所以讲，我有写一张批，吼、就是讲，互关心高雄的朋友，甲这个规个发展的过程等等，啊，所以大家人拢知影，包括今仔日对这个少数高雄原地主，像这原地主，吼、啊，原地主市政府管理伫宝珠沟一边啊，起23户，一厝24平都。楼卡楼顶安拢总24平，啊是啊，但是土地已经市政府的，
徛伫法律上，我袂当骂伊，但是阮会当阻伊，啊，阻伊伫即个诶条约、迄个契约内底，是一个月阻伊3000块，真少，3000块。伊会当租，即摆已经确定会当租27年，啊，你会当继承，啊，过来，你也是讲到你无爱，哎，你会当，即个建你建24平，即大概吼，迄个贵个迄个房屋的即个价格，大概150万，啊，你买使，啊，你也是讲你要多，150万造了，对，顶顶啊，佫有即个房迄个。过去的地价用76年的地价，加10年的这个利息钱，啊，过来伊的房屋、财务，有足济户数，看你厝的偌济人，即有足济补助的方案。即摆这个补助的方案啊，差不多提升到1亿3000几万，吼、哦，就是这的足济，这拢真济救助吼。哦市政府把这些土地做足大的整理，吼，今仔日唔是讲卖人，这拢是要做这个市场的扩建。本来市场是要刷去人物，大家这些市场拢反对，啊，这嘛市政府政策的妥协，讲大家拢反对，啊，无咱就伫这个原地来扩建，吼，啊，这个扩建了，啊，你这个未来这个所在，啊，过来做自洪池。打通十全路，啊，这个部分我会感觉，当然会一定是少数，也是讲其中无法度予大家拢100%满意。啊，这就是讲今仔日政府该作为，还是讲不作为。啊，当然我感觉不作为对我是上轻松。啊，红乌绿红鱼我嘛足爱，好对。啊，但是我作为，无啊是我作为，当然这个中间。少数的人的权利没有办法100%让你满意，但是今天是为了公共，让整个未来高雄十全路的打通，让果菜市场的扩建，那个地方整个城市的更新提升，当然我要做很大的承担。现在都听好了，现在差不多剩少数几户，我想要未听。啊，有诶，迄要10几户也未拆，迄时阵足大迄。空间有诶拢拆了啊，啊有诶少数，啊阮拢伫即个坎站啊继续吼透过啦，啊甲因沟通，吼啊到底3500减租即个人诶权益，啊阮会尽量甲帮忙。吼，虽然伊迄个时阵徛伫法律上，啊不过即个部分市政府真侪甲帮忙。这个中间真困难，真困难。我的意思是讲，啊，当然我嘛有看到真侪公民团体啊，真侪学者，吼，啊，对市政府的批评，啊，当阮的私心检讨，吼，啊，不过也是讲市政府对阮的足侪指责，吼，有当时我看到嘛真艰苦，哦，真艰苦。好啦，讲来，若要讲吼，陈局市长吼，强拆人家的民房吼，啊，讲伊是压迫。人权，这显示我们无人要相信啊！你一世人就是为人权去打拼，为保护弱势去打拼，那有可能做这个工作哈？不过当然啊，这个打到人家的利益，人家难免就是抗争了哈！啊，总是这个被市政的推动，我感觉基本民意高涨，无好做的事了哈！啊，我尽量沟通，了解啊，尽量救济，尽量好一个较公平、合理的方式来解决，这个都接受公平了。可以再用2分钟的时间来说旗山大高顶市场那个事情吗？旗山大高顶它是在水里地，在我们的二号排水，啊，这边旗山那里很多淹水，啊，很多淹水，五号排水，二号排水，哦，这个水高，有很多要控大，啊，很多要够整个挖，挖够更深，深淹，哦，啊，但是二号排水那个部分，它的山宽无遐侪时间讲详细，哦，伊个善款是市政府的，哦，市政府的，啊，这个所在吼，规个伫迄个所在，最主要伊个西桥啊，吼，拢是差不多是拢直接排入迄个水沟啊，哦，啊，迄个所在，吼，咱的土木技师工会鉴定伊是已经这个楼当时的崩落，哦，是危险，安全的问题，我即嘛有安全的问题。但是我的想法，就市政府这几年
伫基山嘛做真济建设，互基山假日、假日也是啥，足济人会想要去基山山城啊去遐参观，啊金蕉出产金蕉的所在，啊等等，吼啊种有个人会认讲啊遐有商机。啊嘛，有人就是去买这个伫大高顶，哦，迄、那个厝啊，有人去买这个权利。哦、啊，市政府伫这个所在要甲因刷走，要拆掉，第一个解决基山古塘饮水，嗯，哦，足侪饮水的问题，唔是第十。你讲无啊，我平时都无饮水，啊，你甲饮水来时，大家都感觉啊，你做无够，你到尾爱吼，啊，你水果。水利地是安怎会使伫遐起厝？啊，过去的政府的政策，啊，即拢阮会看，阮拢尽量甲因沟通。吼、啊，既然甲因沟通，啊，总是即个社会内底啊，有人就是会认为讲，伊爱替遮个人出声、哦，啊，替遮个人来表示讲，即有甚物款的无公平。啊，市政府当然尽量甲因沟通，啊，尽量用上公平的方式，要安怎来补偿？啊！你伫水利地这个所在，这个厝，吼、哦、啊，为着安全的问题、治水的问题、长期发展的问题啊，一个进步的城市啊，一个讲市政府要安怎伫迄个所在，讲你西桥啊，包括你有卫生的问题、卫生、有饮水的问题、安全的问题，啊，这个部分吼、嗯，啊，当然这个部分，诶，啊嘛，吼、哦，真济因都。甲即个果菜市场，因也都来吼表示反对的意见，吼、嗯、啊！我系看就是讲无作为，啊无我嘛是会使甲迄滴遐，对啦，啊甲又一工家己放弃、啊，但是也是伫我的任内也发生任何崩落，啊这嘛是我爱承担。了解，有方面问题嘛是我爱承担。我想吼，咱今日访问的是陈菊陈市长，我感觉吼用一个心态咧思考，就是讲陈菊马上两年会官好好啊做。轻松啊做，轻松做，啊，卖好大家来控精，哦，啊，日子靠过，哦，伊何必叫何密靠去做这哈？我想他还是有剩下两年的时间，希望让高雄市改变啦。对，我的弟弟跟我讲一句诶，伊讲你都仰望就好啊，对，啊，你去做这個，安尼何必安尼？满意度我管吼，安尼无就是，啊，伊一直搞我厝的人是唔甘啦，是讲啊，咱那都做个只歹命。好，那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感谢市长接受咱访问，感谢鸿宇啊，感谢你。安尼吼，好啊，辛苦吼，继续拍拼加油啦，吼。OK， 好啊，市长吼，因为去啊视察风灾吼，啊手去关手关门的时候嘛，去伤到拉伤，拉伤吼。好，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进行到这边，感谢大家收听，明天同一时间再见，拜拜，谢谢，多谢市长，谢谢。